Hello， 我是胖仔，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更新这些花式喝酒的视频，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个。我想给大家说的是，出门戴口罩，注意保护自己，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，然后是注意个人卫生，保护自己就是保护自己的家人。加油，我们一起战胜病毒。下边我给大家表演这个花式喝酒。